大家好，嗨，怎么会约我来公园呢？因为是约在公园比较浪漫嘛。啊，是你不想去台北有一些比较刺激的地方？两个学生的时候，跟喜欢的女生一起，这样走吗？对啊，真的有点像恋爱电视剧里面的感觉。来到大道城，耶！今天哦是人家来这个求姻缘的一个地方，对对对。可是你来就错啦，对不对？我听工作人员讲说，你有交过二十几个男朋友，都是不同的国家。不是，才不是。いただきます。哎，可以可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找个地方坐，我去帮你买，好不好？好的，好的。好，谢谢，谢谢。没想到跟想象中的更贴切，你知道吗？来来来来来来，这里有洞吗？所以直接吸吗？哎，怪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油条会有感觉，喜欢吗？喜欢。Hello， 大家好，我是小百合。さあ今台北にいるんですけれども、台湾に来て2年が経ったのですが。なかなか遊びに行く時間がなくて、なので今日はなんと台湾の在邸、こっちにすっごい詳しい芸能界の大先輩をお呼びして、今日は台湾の台北のいろんなところ連れてってもらおうと思います。今日は今ね待ち合わせしてるんですけど、もうそろそろかな？もうそろそろ。あ、少量が。今日小亮哥を呼んでいろいろなとこ連れてってもらおうと思います。大家好。怎么会约我来公园呢？因为是约在公园比较浪漫嘛。啊，上次有没要约我在公园？应该是很青春、很奔放、很冲动的一个人。对对对对，因为我想今天请小亮哥带我去很多地方。因为都没有机会到处走走啦，小亮哥是听说老司机，老司机，对对对，不管是谁跟你讲的，他想的是对的，对对对。大道城这个地方你去过吗？大道城哦，当然有去过啊。可是你不想去台北有一些比较刺激的地方吗？我觉得大道城够刺激耶。真的吗？你说大直美丽华周边其实有些地方蛮刺激的。是哦，好啊，因为很多日本旅客也是来到台北，一定要去那边，一定要去那边买一点东西啊，去吃小吃啊，很多人去的。不知道哪一家是好吃，或是哪一家是有名，就当地人才知道。那你就是要问我了嘛，对不对？因为大家都知道我是影视歌三栖的巨星，我去到哪里没有人不认识我的。太好了，今日呼んでよかった，呼んでというかね、今日連れてってもらってよかった。还有一个事情。不要说一些刺激的事，我毕竟有年纪了。我要怎么样？我小孩三岁了，我当然是知道怎么骑了，而且我也是很有经验的。其实你问我是有根据的。就是我来留学过，那时候是很多机会是被载，可是都没有机会自己骑机车。你想要自己骑机车？对啊。就是骑机车而已，是吧？对啊，不然呢？那你再打给别人好了，我真不知道有什么事很麻烦。因为机车是我们台湾特有的文化，对，路边谁都会骑机车啊。你打电话给我这么老远来约在这个荒郊野外的地方，你要也是晚上嘛。先輩，不要这样子嘛。所以你今天打电话给我，你就是想要骑机车。对，还有想去大道城。好吧，那你这个第一次就先给我喽。那我就带你去骑机车喽。お願いします。OK OK， 走。小亮哥，这里是哪里啊？这是什么一个广场？对对，我跟你讲，这里就是台北市的机车练习场。但因为我们都没有机车嘛，对不对？对，没有。那最近业者呢，他有呢开发了一个叫做共享的机车。共享，这有点像 U bike 那种。对对对，它是 Go Share。Okay, 它是干嘛呢？你看，你只要下载这个 app， 它就会告诉你说这附近哪里有这样的机车站。
签证有那个表示。对，你看，其实还蛮多地方都有的，蛮密集的，超多。对对对，然后呢，你呢就去预约。那预约了，到了这个场地以后呢，你就对那个你预约的机车的车牌，然后你解锁以后，你就可以开始骑了，它就开始计费了，也都不用特地去找那个停车场，就是这个到处都有。对对，其实蛮密集的，很容易找得到的。哎，太好了吧，这个是在台湾最近开始。在台湾，真的。那所以说呢，哎，这样我们就有一台机车了，我们就可以来骑了。好的，好不好？好，按一下。哎呦，你看。小梁哥亲自帮我戴安全帽，哎，小梁哥，小梁哥，真的，而且这个你手机放上去，它还可以无线充电，哦，很方便哎，高科技了吧，对不对？骑骑看，骑骑看，行きます，はい，然后，不要急哈，看起来是一个很猴急的人。去楼下跟管理员拿信，也可以骑这个哦。怎么样，好不好玩？很好玩，很棒哦。我们等一下呢，你说要去大道城嘛，对不对？骑这个就好了。哎，那我们就准备要出发，我们要去大道城吃好吃的东西。Go！ 得得得得。小梁哥学生的时候，跟喜欢的女生一起，这样走吗？对呀。哇哦，很开心哦。真的有点像恋爱电视剧里面的感觉。到大道城，耶！听说这里有年货大节，那就对了嘛，对不对？对对吗？办年货都是来这边，是啊，这边就是一个很早开发的一个地方，所以那个建筑啊，感觉这个街道的 feel 跟东区不一样嘞。对，这边叫大道城嘛，大道城，哎，岛在哪里？岛是那个田，那个米的那个。哎呦，哎，你知道哎？以前这里是一个很大的这个晒米场，哦，是哦，哎，晒谷场。哦，对对对，那旁边他们讲说大道城码头嘛，对不对？大道城码头，那所以说那个船就会开进来。那这个呢？这个是一个，这是什么庙？这个是城隍庙，这个很有名。庙。庙皇城海峡北台，对，是，从那边看就对了。哎，是不是带坏我？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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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台北下海城庙，下海城隍庙，哎，你也都看得懂哎。这边哦是人家来这个求姻缘的一个地方啊。求姻缘？对对对，可是你来就错啦，对不对？我听工作人员讲说，你有交过二十几个男朋友，而且都是不同的国家。不是，才不是，我才说要来这边拜拜，然后呢，我想享受美食。哦，享受美食哦。对，现在这天气越来越冷啊，要吃热乎乎的东西，还要来到这边，听说有很多古早味的。古早味，很多的小吃，而且都是已经几十年的老店啊，甚至百年老店都有啊。百年老店，对对对对。小梁哥不愧是老司机。看到没有，老司机老船长就是我啦，对不对？因为我身上哈，出门平常都不带什么钱。真的吗？对对对，因为我出门要带钱吗？不需要嘛，所以我一般身上大概就只有一两百块啦，两百块吃小吃够了啦。是吗？真的，我带你去吃看看啊。真的真的，看会怎么样，我们就赶快吃完就赶快走，好，搞不好连两百块都不用花。好，希望我可以吃饱。可以可以可以，好的好的，吃饱 OK 啦。好，那我们赶快去吃哦。好的。哎，我们有位置吗？应该不会有。那我们要这边生意很好。真的哎，真的。いただきます。哎，可以可以。你看上面是韭菜，这个很不一样，而且里面呢有这个古早味，古早味的。
猪油泡。感觉脆脆的，脆脆的，哎、欸，很好吃。你粉丝进去，你就会觉得满满大海的味道，你吃就知道了。大海的味道。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我不是故意的。原来，没有做效果，没有做效果，是这个太大块。我跟你讲，它这边这个旗鱼哦，我跟你讲都不手软，它都是这么大块，你看多有弹性，而且那个香味都来了，很香。就是这个味道，几十年都没有变，你吃看看，不愧是我们的先輩小梁哥，那他有很多正妹的粉丝，他们要一起合照哎。啊，小梁哥他们想跟你拍照。真的吗？顺便顺便嘛，好的。对啊对啊。好的。因为都来了。嗯。哎，耶。哇，这里很好玩哎。很棒。听说这里有那个有名的杏仁茶。哦，杏仁茶啊，对。想喝看看，因为你们日本朋友很喜欢杏仁茶，对不对？对，而且都是来到台湾之后才知道这个东西了，而且听说这个对美容非常的好，对皮肤非常好，而且你要慎选，有的人它是粉下去泡的，有的是现打现磨的，那个完全喝起来口感都不一样。杏仁茶，我跟你讲，你找个地方坐一下，我马上去买给你，好不好？我想那边要排队的啦，真的啦。我跟你讲，我一去，老板看到是我，他马上就让我买了。好的。满街的人都说我好瘦、好高，本人比电视好帅多了，对不对？你找个地方坐，我去帮你买，好不好？好的，好的。好好好，谢谢谢谢。小梁哥，我没想到跟想象中的更贴心。哎，杏仁茶来了耶！哇。等一下，哎，你很快耶。很快啊。小梁哥很快耶，脚程很快，脚程很快，去一下就回来了。对对对对对。你怎么一下喝了半杯啊？怎么样？怎么样？不开心。是不是 sky？ 不是 sky，sky 对不对？然后这个油条嘛，要去沾的，你知道吗？来来来来来来，这里有洞嘛，所以直接吸吗？这样也不错哦。很难哦，这个不行耶，这个奇怪，我生平第一次看到油条会有感觉，怎么？怎么？就是搭配清爽的杏仁茶，这两个是绝配，因为你光喝有一点单调，用这个油条去沾啊，吃下去还会有饱足感。谢谢帮我翻译，这是我想说的话，对不对？我讲得很好，但是是你想说的话，大概是这样了哈。哦，真的好吃哦，喜欢吗？喜欢。看你要买什么，可以带回去当伴手礼，欧米亚给可以送给你的日本的朋友啊，也都可以。哦，这边卖什么？有很多乌鱼子。乌鱼子，对，你要的乌鱼子，对。种类真的很多哎。其实颜色浅的就好了啦。对对，因为一般男生比较不喜欢颜色深的。这会痛哎，奇怪，怎么流血？哦，又遇到小梁哥粉丝。哦，手工饼干。啊，这个是你手工做的。我们后面厨房手工做。啊，厨房手工姐，谢谢。没关系。好痛！啊，它怎么掉了？可怜，卡哇伊兽，好可怜啊！啊，粽子怎么赢呢？嗨，不好意思，你说什么？欢迎试吃。关键词听到了。试吃啊，你喂它看看。很酥，它是低温烘烤的，可以冰姐可以当零嘴，低
一次喂日本人吃东西。对，还是喂食物。想聊什么？你是想聊聊看啊？我们都录影存证，聊聊看嘛。是不是想到家里的低潮？现在用手机啊。哦，用手机啊。OK。你们在聊什么？没有没有，男生的话题。男生的话题。Boys Talk。OK。谢谢。那试试看看粽子。粽子，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那好，想吃粽子。老板。这是牛肉面粽。牛肉面粽，我第一次吃，听到哦。牛三宝，牛三宝，这个是三宝。各位观众，哎呦，里面满满都是料啦！这个你们不用做效果，真的就忠实的呈现，应该是好吃的，应该是很好吃。这个是我知道的粽子不一样的口感哎，就是它是 QQ 的，有点像抹吉，对不对？它这个肉咬下去，整个直接化开，你有没有觉得？有融化，入口即化的，都不用咬，没有牙齿的都可以吃。哇哇！然后还有一大条牛筋，还可以。很香哎，一点点椒麻，对不对？有点辣辣的，麻麻的，可是不是很辣，但口感比较有层次啊。嗯，牛腱，牛腱，嗯嗯，也是因为它煮了很久了，让它嘴巴就化开，不会像那种橡皮筋啊，一直咬咬咬咬咬都咬不开。哇，这里又是不一样的地方哦。对对对，这个是大道城慈圣宫这附近。是哦，我好像第一次来，但是你去哈各个台湾各个地方哦，庙的门口一定会有好吃的啊。这个所谓的庙口美食，庙口美食，所以庙的门口一定有好吃的。这里有卖肉粽啊。对对对，很可惜这一家真的。他说我们脚太短，说你啦，脚太短，走太慢了，嘿，都卖完了，很可惜。我刚才一直逛街，逛太久。逛太久了，那这位妹妹说这一条啊，我跟你讲，全部都是老店，有没有你想吃的？好啊，我看一下哦。嘿嘿。那这个鱿鱼。啊？鱿鱼条的。鱿鱼 ，OK 啊 ，OK 啊。啊、你有听到那个声音吗？有，很脆，很脆。在前面，你吃看看。嗯，真的耶，很脆。哎、欸，真的。而且你不要以为这个酱是咸的，对不对？嗯。它咸的，你沾下去吃下去是甜的。真的耶，很有层次感。哎。我第一次知道大道城还有这个地方嘞，是，而且就因为大道城这个范围其实很大，你要如果要仔细的慢慢的吃、慢慢的逛的话，一天时间也许不够。真的不是，也许真的不够，真的不够。今天我们吃了好几道美食，可是都根本吃不完嘞，都还有很多好像很好吃的店嘞。而且这边最好吃的哈，除了美食之外哈，是浓浓的人情味啊。有，你知道人情味是什么意思吗？人情味是像小亮哥一样的人。哦，对，就是这个意思。对对，这种人不好找哦，要放在心里。好的好的，真的。真的是根本逛不完，所以我改天啊，我要一定要带日本朋友，再来这边玩，然后再请乔亮哥带我们路，还要找我来，对，没问题，你就打同一支电话，好的，看他会不会通，好 ，OK OK， 没有问题，那以后也请多多指教，没有问题，打电话给我好吗？是通吗？会通吗？这个要看天气啊，好的，这不一定，好不好？没关系，不要太计较。好的，那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谢谢，谢谢。拜拜。